走一下吗？幺妹儿，哎哎。对，看来你们都记住了，很好，很优秀，值得夸奖。对，然后咱们跳第一个舞蹈送给你们，咱们把第一个舞蹈跳一下来。我不知道跟你们跳个什么，这个就很尴尬了。我给你们跳个温柔点的，不嗨的那种。对。跳个什么样的呀？你们想跳什么样的？别了，喜欢妩媚的。那行，那我们就跳个可爱一点的。既然他们都说了他们喜欢妩媚一点的，那行，那我们跳个可爱一点的 OK 吗？没有毛病吧，小哥哥。嗯，那就可爱一点的。
笑什么？我就看见我跳舞的时候，我就看见公屏一直在打哈哈，你们在笑什么？一直跳，对我跳，表面上很礼貌。你们在笑什么？你们在笑什么？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哥们给我送的礼物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就想知道你们在笑什么，满足你的需要，还说都是为我好，谁是谁你这么说。你们再笑我要跳这个舞蹈了，你们再笑我要跳这个舞蹈了。真的是这里的人真好看，长得漂亮还这么搞笑，嗯，我超级喜欢这里。这里的游客真好，这里的游客不仅长得帅，还给我刷礼物，还给我扣666，嗯，我超级喜欢这里。好了，喜欢我快点一下我的关注跟直播通知，谢谢大家。送我老婆可以呀、啊、嗯，这个你一会儿跟着我回我直播间，然后先卡个黄，然后加个我的微信，我们了解一下感情。小哥哥卡黄跟微信了解一下试试。嗯，有不准笑了，不准笑了，不准笑。我们来对视十秒钟，谁先笑谁就是猪。我在笑了，不说话了我。
发的 gentleman。Beginning. Hello. Great sound and hella Venus. Hello. Now we're together. Let's go. Oh. 我能不能说我全程都不知道你们在笑什么？我完全懵逼呀、啊！我不知道你们全程到底在笑什么。又开始了这个公屏。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你又开始了，妈的！喜欢宝宝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跟直播通知，谢谢大家。手机户宝宝点这里，电脑户宝不准笑了，在笑的是猪。我没有笑。我没有笑。对。大哥，我是猪，我是一头猪。对，我是猪。好烦呐，你们！问你们个问题，你们遇见我之后开不开心？你看遇见我之后这公屏都不是666了，这公屏全是打哈哈哈的。遇见我之后这个公屏都是打哈哈哈的。猪都笑了。现场的猪都认识。好开心好开心，就点一下我的关注，我要走了啊。这个是第二个麦序，我这个麦序跳完就没有了，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就走了。对。对，我是四川的，我是四川的，我是四川成都的爪子嘛，你想欺负我说，我说四川的凶手打死你了。不准笑了，不准笑了，不准笑了，严肃点，上课了，坐好，严肃点。It's new beginning. Hello. Great sound and hello Venus.